竟然现在这边有关卡。哇哇啊！果然抽筋了。我们在前进，目标。我现在好像种植哎，前十名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的教练德瑞。我们今天来到台东活水湖，要来参加我身后就是 Lava 玩赛乐园。这一场比赛呢，也算是去年应该 CT 后就已经报名，所以已经大概一年多前报。然后我们今天要来参加的是515的赛事。那为什么只报515呢？因为我上周去参加了大阪马拉松，所以现在大腿还有点在疲劳，完全还没恢复的状态。但没关系，这一场515呢，算是我已经在近年来很久没有参加的一个距离赛段，所以在明天515的赛段当中，我会想办法去拼出我的最佳成绩。OK， 那我们就去试游一下。哎，我们来到了赛前一天的试游了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直接出发。哎，我们今天来到了比赛日啦！有没有看我身后已经超多11326勇士已经出发了，然后现在正在游的呢是 Lava Queen， 也就是女子组。最后一组压轴呢，也就是我们515的男子组啦。待会准备8点出发，现在已经剩下15分钟了。但今天天气非常好，而且刚听大家讲水温其实蛮舒适的，就是上来可能会有一点冷。非常期待等一下的开战啊！最后呢，等一下我希望可以赶快完成，然后在赛道上帮冯迪所加油，因为今天呢刚好也是他的比赛日，所以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是有兴趣的话，记得点下一支影片哦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前往下水区，准备开始备战 ，Go Go！还要快，我刚游泳有35分钟，准备转换出去骑车，赶快！还好我们出发之后太阳开始出来，所以游起来没有那么冷。然后今天游起来的那个水啊，其实水温很舒适，不会有那种太冷，所以游到快抽筋的感觉。反而到后面我觉得比较可怕是快上岸之前。浪好大，好像整个快跌倒。哇，上岸还是有点冷。我的策略是在这边先吃一包果胶，等下摄像只要吃一条就好。OK， 出发。帽子、眼镜、水壶、手机。哇，走上去好远哦，那么远还没到出口，冲冲冲，里面不能上车。
时候啊，我觉得很意外的蛮顺的。结果我第一次穿那个无袖防寒衣皮带，穿起来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还蛮适合现在34度的这种台东天气，就整体不会觉得太憋，然后流到后面水温也不会觉得太热。所以今天我觉得游泳就让我信心蛮好的，意外的有蛮快的成绩就到了35分，算是应该我自己1500公尺的第一或第二快成绩吧。代表我前阵子去稍微跟着学生一起上游泳课是有一点帮助的。已经骑了13公里，大概20K 就折返了，然后单车总距离是46公里，我希望可以在90分内完成，这样才可以赶回终点。现在已经是最后一项，准备开始。今天骑车的速度蛮快的，只用了71分钟就完成40K， 但总里程46，我进来就有放慢。那最后一项10公里。OK， 号码带、眼镜、五胶。OK， 出发 ，Go Go Go！出发了 ，OK， 哎，路跑赛段开始。刚开始就跑在这个需要折返的路上，一点，哇，看起来很远。我们稍微调整一下状况，不要开始就太快，因为刚下车，肌肉需要转换适应一下。那我今天穿上这双美津浓的 Ray-Ban Pro， 还是一直推着我前进。有点太快，现在跑4分10秒，哦，缓和一下，呼。这个折返跑竟然要跑这么远，哇！看地图还以为只是一小段而已。现在才300公尺，刚出来，然后一出发有一点，就是肌肉适应当中，但我今天穿这双鞋有点推，所以。不小心刚刚都有点超速，跑到4分10秒，缓和一下，调整一下配速。我现在好像总时哎，前十名哎，我算了，我男生没有看到人。K 了，一 K 了，第一公里4分34。谢谢。等一下要喷沙龙 pass 了。第二 K 4分37。
我骑车有点用力，所以就跑步感觉会快超快，是吧？终于要跑进去了。第三公里428秒，哇！活水湖公园，对，森林公园这边有点小小的起伏，所以有时候会有点小上坡。我们总要绕行里面5公里，2圈就可以回到终点，加油！这个是要过吗？会抽筋的感觉。竟然现在这边有关卡，慢慢来，会抽筋，会抽筋，小心小心。这是不是太考验人了？哇哇啊！果然抽筋了。加油加油！啊！一翻过来就抽筋，休息一下。哇，不行不行。第4K 4:25，刚太贪玩了，玩一下就抽筋了，果然不能乱来，还是要好好完成才可以。啊，第一圈快结束了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谢谢。哎，要绕出去第二圈了，现在在往第二圈的路上前进。跑在草皮上，大腿有点更快抽筋的感觉，因为有点不稳。我们现在跑在会场后面。Go go， 第二圈，哇，第二圈可以少绕一点，太棒了，谢谢。第二圈 ，Go go go， 现在已经跑了6K 了，最后4公里，耶，太棒了。8K 4:25，第9K 4:09，最后了，刚终于把那个阿多拉甩掉了，哇，追开，最后一段了，冲线了。我冲线爬后面，他都在追我，我要先赢他。要到终点了，逆转了，到终点了 ，Yes！ 这位教练，然后问他 ，Tu viens d'où？ Encore un Français， 今天的法国人第一名，抽筋，我们的法国冠军，汉堡哎，好可爱，好，谢谢，耶！2小时51分，有35分，好不好玩？七，还不错，85，我觉得跑4:3，太棒了！晚上我先休息一下。对啊，耶，完赛！我的今天成绩我自己算是非常满意啊，因为毕竟我一个礼拜前才去参加一场全马，在一个礼拜当中，我尽力去做了2次按摩，然后尽可能去伸展，还有泡温泉放松，所以在今天的表现，我就有点出乎意料。因为我在最开始游泳的时候很担心我会不会在水里抽筋，就是受了一些影响，但游泳竟然创下我的游泳最佳成绩，
我的1500公尺只游了35分钟，算是我在515很久没有比的这个过程当中跑的还游的还不错的一次。那第二项目就是单车，单车算是我的强项，就是相对三项来讲，所以我在单车的时候其实也花了蛮大的力气。那完赛时间，因为今天是骑46K，可是我算过，我40K 的时候大概只骑了71分，所以我觉得相对上次515的成绩来讲，也算是还蛮满意的。那么今天的最后一项跑步，我的完赛时间是42分，然后他跑10K，所以均速大概跑430，跑到最后加速有超过我前面一个那个老外，所以我最后去玩那个滑水道被他逆转。今天算是整体加起来蛮满，因为三项总共耗时是2小时51分，但是其实单车里程多了6公里，所以加加减减，如果是515的标铁的话，应该会在2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40分左右完成，算是还蛮满意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来参加 Lava Try 完赛乐园的515过程啦。如果喜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记得多多留言支持我们哦。我是你的教练周瑞，我们下一支影片见，拜拜。